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就如何。这是我在美国心情最沮丧的时候，这句话让我重新振作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希望你不要被自己打倒。是你送的？很遗憾，失去一位这么好的工作伙伴。慢慢看，有任何需要尽管打电话给我。 是找哪位？哎，豆芽，我是郭昌啊，电话响了半天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。哈哈，对不起啊，我在西城，那西城区的声音太大了，根本就什么都听不见呢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啊，如芳还没到家？啊，如芳？不会啊，现在还不到下班的时间，她怎么会回来啊？豆芽，如芳辞职了，她收拾好东西，早就离开医院了。啊？ 花该凋谢的时候，它自然就会凋谢嘛。
妈，我辜负了您的期盼，已经失去医生的工作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刻意逃避死亡，我以为这样就能走出丧母之痛的阴霾。张明霞这件事再一次证实。 我已经失去做医生的资格，因为他带给我的伤痛，让我无法理性的面对自己的工作。如果您在我身旁，那不知道有多好。我可以把所有的心事。 向您倾诉，您可以听我的喜，听我的忧，听我的爱，听我的情。虽然对于情爱，我仍然懵懂，但是如果您在我身边。 或许您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对于余国庆和冯子明会有两种不同的感觉？为什么？妈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现在应该何去何从呢？ 我要如何走出这个庞大的阴影？如何调整自己的步伐？如何战胜自己？妈，老爸，傻女儿，你把妈担心坏了。 随着海浪再沉再浮，也许你很快就会回到太平洋彼岸。你的家乡台湾，但是你的家人们却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的自责，我的愧疚，都不足以挽回什么。我是个决定自私的女人，除了自己的疾病和腹中的骨肉之外，什么都不顾。 包括你真挚可贵的友情，我以为自己来日无多，又有谁知道，健康的你竟然比我早走一步。上帝真是个拙劣的导演，他让你踩死车轮是何等不公平的事啊！ 陈德，你安息吧。 海为证，你的恩德，虽小兰今生今世必感恩图报。
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所以特地在这里等你。在我离开以前，总该来向他告别一下。如果他不死，你还是执意不回台湾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会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。 我相信你这次回去绝对是有意义的。什么时候走？这是我小姨子的名片，她在台湾是位精神科的医生，人非常善良热心。我希望你回去以后能跟她联络一下。 我相信他也会非常乐意的帮助你。谢谢你，黄医师，你真是个有心人。<笑>大家都中国人嘛，我来自香港，你是来自台湾，但能在异地相逢就是有缘，大家应该加倍珍惜嘛。 我听他叫你叫小兰，你的中文名字叫孙小兰，兰花的兰吗？不，我叫孙若兰，山峰兰。孙若兰，孙若兰。好，记得走的时候要通知我一声，我再帮你做一次彻底的检查。嗯，会的，我一定会向你辞行的。黄医师，谢谢你这些日子来的照顾。 Grace， 你让我再一次看到母亲的光辉。加油 ，Grace！ 即使生下 baby 一定会战胜病魔的。嗯。是你啊，父亲。可以进来吗？你都站在门口了，还能不让你进来吗？怎么，不上班的日子就这样把自己生锁在闺房里吧？ 等老婆再试吧。哎，气色好一点了，想必这两天睡得不错，心情也平静多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医生，只是偶尔会怀孕一小病。多爱一点自己嘛，别再折磨自己了啊。 明天呢，我就去高雄开一个礼拜的研习会。一个礼拜以后，我希望看到更开朗、更开心的你。嗯。高雄回来以后，就要忙着科里的采购案了，一点闲暇都没有。要不然，真想陪你出去度个假。你安心工作吧，我现在需要的是休息。 度假也无所谓。你何不跟我一块去高雄呢？反正你现在又不用上班，趁这个机会去南部转一转，散散心嘛。啊，我们两个不太方便吧？<笑>你哦，真是21世纪的摩登原始人，太保守了吧？我邀你去。 并不表示我要对你怎么样啊，况且我们可以分开住嘛。怎么，信不过我？不行，明天。
天我爸要住院身体检查，我必须陪他。那我就不勉强了。不过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，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如芳，如芳，等我这阵忙过以后，我希望我们能早一点定下来，啊。这并不是正式向你求婚，只是让你心里有个准备。我与国君寻寻觅觅那么多年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避风的港湾了。避风港湾，我。风港湾，我和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好快乐，好平静。希望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。会想我吗？还没走，我已经开始想你了。国庆啊，喝点果汁啊。哎，不用了。你呢？我马上就要走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坐一会儿嘛。不用了，不。哎，如芳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哎，国庆啊，祝你南部之行愉快啊！啊。谢谢伯父。哎，我送你，啊，国庆。哎，谢谢。哎。没有啊，老爸是在帮你观察呀。哎呦，永远都不知道尊重我的隐私。隐私啊？哎呦，女儿，这隐私不是都写在你脸上，看你老爸的眼睛里了吗？哦。哎，你听见国庆在向我示爱，他也许很快就向我求婚了。那请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写在脸上的答案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个好麻烦呢。不过我常听人家说是，当局者迷。观者清啊！好了好了，说正经的，你不开口，老爸永远不会点破。恭喜你，我的女儿恋爱。恋爱？跟于国庆？对，不过你的对象不是于国庆。哼，你们心里头清楚得很。只是不敢承认罢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人，现在让你脸红心跳的这个人。不要害怕，也不要逃避。恋爱就好像是呼吸一样的自然。不要问老爸对不对，问你自个儿就行。我的女儿恋爱了！哦，来喽！啊！哎，站住！哎，子明！哎，下了这么大雨，进来！哎，子明，太好了！怎么了？有事吗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看到你很高兴嘛。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。哎，谁说都一样。哎，反正咱们两个有缘。哎，相看两不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抱这么多书干什么？这是我帮如芳找的，我想她应该有兴趣才对。哦，好。哎，子明啊，你真是个有心人呢。哎，我进去叫她，你在那儿等会儿啊。啊。如芳，子明来看你。
在休息吗？哎呀，哪有七早八早去休息的了？哎，他说，请你把书留下，哎，让我谢谢你。我帮他选了一些课程。哦，趁他现在有空，也许愿意旁听。既然他不方便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，不好，哎，那我送你啊。哎。然后陪我喝两杯吧。好啊。怎么样？很奇怪呀、他刚才要出来又不出来。哎，你们俩闹别扭了。我们啊，没事了。伯父你放心。再见。好。哦，对，啊，别忘了，明天一早到医院检查身体。好，拜拜。好。慢走啊。哎，出来了！我去叫子明回来啊！哎，女儿！好了，好了，舅，哎，跟你闹着玩不回来，开不起玩笑。你在开这种玩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三年不跟你说话哦。好，不开玩笑，不开玩笑，可以了吧？你瞧，人家子明把书都给你找来了。孩子。哦。都是我准备去找的。真的？那这就叫灵犀一点通了。丫头，见你熟睡，不忍叫醒，我随子明赴医院检查。老爸。谁能爱你比我深？感情不能两头分。能爱你比我深？感情不能两头分。这个我们这位子民就小题大做，要让我坐轮椅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你这么忙还占用你的时间。今天还好，让我来吧。你确定？我以为你不应该回到医院里来。我像是病人的家属，没有责任，没有压力，完全不同的心情。你逼死的陛下，还好意思跟我们娘家人争取财产？
我逼死他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他跳楼的时候我又不在他身边，你们凭什么这么说啊？我姐临终前所说的话，医生和护士都听到了。如果不是你逼他签什么离婚协议书的话，他会那么想不开吗？我跟他之间的问题早在他得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，不是我要来逼他离婚的，是那个姓郑的女大夫一通通的电话把我给叫来的，居然来了，总要把事情解决啊，对不对？问题摊开来解决嘛。哎，郑大夫，哎，郑大夫在那边，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他。哎，郑大夫，这是你们家务事，跟院方没有关系。郑大夫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事情，剩下的由你们自己解决。哎，我妹妹生了病，他就是要急得要跟我妹妹离婚，投到别的女人的怀抱里面。我妹妹现在被他逼死，他还好意思以受益人自居，明请来比遗产，简直丧尽天良，一点人性都没有。够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爱怎么骂就怎么骂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就算是你骂烂了嘴，骂断了舌头，那笔钱还是归我所有。你不服气呀、啊？就告我啊！你干什么？打架？这里是医院呢。郑大夫，等我领到这笔钱以后，我第一个就要先谢谢你啊！哎，各位再见啊！你把话说清楚啊！你难不成收了这个痞子收买了？住口！你不可以像海水喷人了。你在找他之前，为什么不先问问我们呢？他对陛下一向都不好，如今陛下为了他赔上一条性命，还奉上了一大笔遗产，他居然人财两得，这世界上还有天理吗？像这种男人应当受到天谴的，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是谁成全了他？是谁啊？小姐，这位想必是你的亲人吧？如果有一天他被人害了，而害他人理所当然接受他一切的财产，你作何感想？够了！你妹住院的时候，你们人在哪里？如果能早一点，那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女儿，我看你早点回去休息，您陪我陪了一整天了，累坏了啊！我等你吃完饭我再走。女儿，不要把那个病人家属的话放在心上好不好？丈夫逼死了太太，临走的时候还给了她一笔积蓄金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前辈子欠他的，哎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难道他们不是因为相爱而结婚的？哎呦，傻丫头，感情有很多很多的防冒品呢，并不见得每一样都经得起考验的。我的确应该先和他的娘家联络，问明原委，再协助他处理他和他先生之间的问题。当然了，他那些个兄弟说的固然是有道理，可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那笔钱吗？子明说的对极了，如果他们真的是手足情深的话，在他妹妹还到的时候，他们就应该从南部上来看他，为什么等人走了以后才跑来？有什么用吗？去洗个热水澡，吃点东西，痛痛快快的睡一觉，明儿早上起来就是变成一个快乐的小天使，好了吧？我怕你一个人无聊吗？不会的啦，你让老爸静一静啊。哦，对了，等会儿子明要来啊。哦，难怪一直打发我走，原来是因为他要来。哎，你这个女人很难伺候啊。你不是说你不要见他吗？好啊，你留下来啊，两个人一起陪我聊天，我赞成啊。开口指明，闭口指明的，你都不怕我吃醋啊？
女儿，你吃哪门子醋嘛？啊，哎，我就你们四个女儿，一个儿子都没有。况且我跟他那么投缘，要是他将来没有办法成我半子的话，哎，那我可以说他当干儿子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汉子，哎，女婿，啊，老爸，啊，你在胡说什么了？我，哈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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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胡说。就算是你老爸胡说啊，不过女儿，咱们现在约法三章啊，你不能破坏掉我的计划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一定不要收冯子明当半子，不过他当我干儿子还可以。啊，爸，啊，你就是没句真心话，我不陪你了，让你干儿子来陪你吧。好好好，晚上好好睡，明天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等会儿开车要加小心。啊，回去吃点东西，瓦斯不要忘了关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知道了，来亲个，亲个啊，嗯啊，好，赶快睡哦，好，再见。好，晚安。唉，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对陛下一向都不好，如今陛下为了他赔上一条性命，还奉上了一大笔遗产，他居然人财两空，这世界上还有天理吗？先催他回去，他的情绪啊，被那个病人的家属搅得是乱七八糟。哎，子明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去？随时可以走啊。哦，怎么了？你饿了？要不要我给你买点东西吃呢？不用不用，我跟你讲句实话，我人虽然是在这里，心呢老是惦念着乳房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回去有空呢，顺便到我家去看看。郑伯伯，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呢？哎，这就是你郑伯伯的本事吧？哎，一眼就把你的心给看透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开玩笑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，我也睡了，好不好？你安心的睡，我保证乳房不会有事。好，怎么样？我，有缘有缘，彻底的有缘啊！晚安。哎，好，晚安，晚安。哒滴哒哒。好，来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哒哒哒哒，哒滴哒哒。
转820病房，谢谢。爸，我是卢芳。哎呀，怎么这么晚还打电话来？我都睡了嘛。我不放心你吗？好，乖女儿，老爸还不放心你呢。哎，对了，子明来了没有？他？哦，来过了吧？他怎么进来的？哦，是我把钥匙交给他的。哦。女儿啊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，好不好？老爸睡了，啊，晚安。晚安。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按门铃进来呢？太晚了，我怕太打扰。谢谢你的夹克。为什么要躲着我？我没有。为什么要逃避我的感情？我没有。为什么脸红？为什么要气喘？为什么要颤抖呢？我怕。为什么怕？知道，不知道。真不敢相信。什么？
你挽救了一颗破碎的心。爸爸说，爱情就像呼吸那么自然。我从来不知道，爱情能让人产生这么大的幸福感。这场爱情游戏玩得很辛苦，当我发现被你吸引的时候，我开始逃避。当我发现没有办法逃避，必须面对你的时候，你又开始逃避。我不能不逃避你的声音，你的眼神，你的一切都令我心跳。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我的潜意识告诉我有事要发生，可我不能让它发生，因为在别人眼中都以为我还有我现在交往。等他从南部回来，我会开诚布公跟他谈的。有缘无故的人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，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，而我却爱你那么深。